对于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协商的精神，妥善加以解决。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对中国正常的经济和贸易行为进行无端指责，甚至污名化的做法。 我向我们的同事进行了核实，中方从未要求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进行钢试纸检测。人为的推动产业转移、脱钩，以政治力量强行改变经济规律，是不现实的，无法解决。 本国自身面临的问题，也会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。我们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由贸易规则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、可靠和稳定。